但是后面的这个和田什么玉的就比较是贵了，比这个黄色的贵好多好多倍了。你直接给家人们看是什么？ 来这几个字扫出来是这样子的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吗？和田王字加一点竹的，看到了吗？后面那个字我就不说了啊，竹啊，来，懂意思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，家人们，这个王总，你连麦准备好，然后那个刘总，你连麦准备好。哎，飞总，你带着，让他看看，他来不来？你不来的话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捡到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捡到的，让大家见证有份。准备好来，就这个，我忘了，大哥，刚才他跟你交易的是多少钱？多少名？6.3W。6.3W。对，来，因为他这个，助理，快点，助理。行，助理，赶紧想办法挂。快，对，冲我的钱做。好，这个也是啊，这个只能挂59,800呀。赶紧坐车。行，不能再坐为止。直接说不能再坐为止，能坐不能再坐为止，快就坐。2,900不行，再想办法，快点。就是999,999不行，刚刚飞总说了，你再去冲啊！能冲的地方全部冲上，链接注册最低。498也不行了吗？就跟刚刚一样是吧？跟刚刚一样，499，跟刚刚那个一样，下不去了，没办法了。刚才那个凤牌啊，咱们是上了几个？我忘了。8个。8个是不是？对。来，这一次，6个，给大家上6个来，准备好，咱们直播间7000，不是，刚才咱们直播间是8000多个人上8个，咱们现在是7000多个人上7个来，准备好。好，准备好。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，准备好。嗯。手放在这个小黄车。来。我数321，我上车了之后，我把价格改了之后，全部点进去，谁抢到是谁的。点完了啊，这7个抢完了，咱们开始连那个牛总。准备好，3、2、1，来上车，家人上车了啊！就七个，改车，499，来最低改了啊，不是，已经是499，下不去了 啊！不要说那个字，不能 啊，下不去了这个啊，下不去了啊，家人们，这个下面小黄车，所有家人们啊，就只有7个名额，大家点进去看一下，能付款的说明你抢到了，付不了款的。也不能怪王菲，对不对？我都是公平公正啊，让大家记真的。对，来，家人，抢完了，咱们开始连这个小牛，抓紧手势，家人，来，还有三个，龙牌是男孩子戴的，刚才那个凤牌是女孩子戴的，而且这个重量还比刚刚那个重。哎，家人们，我刚看了一下啊，主要是后面那个墨的，好吧？来，抓紧手速，可以抢了。来，下把小黄车可以抢了，还剩最后三个。来，抓紧手速，家人。还有三个。嗯，还有三个了。只有三个了。最后2个。啊不，还有两个了，只有两个了。家人们，这个啊。前面我刚刚看了，如果说没有一位30年手艺的老师傅是没办法做成这么3D 立体的一个效果的，看到没有？不用说。好，咱们又不是卖东西的，说什么吗？对。最后只有一个了。只有一个了啊，家人们，拼手速了。抢完我就撵他来。对。对，他一直在打连麦。在那个连麦的，好像。哦，而且他们这些东西的话啊，都是 是这样子的啊，每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盒子，然后还有一个证，就像我们人一样，我们人都有一个身份证，对不对？他那个证是专属的一个这个东西的一个身份证啊，一个鉴定证书啊，可以扫码啊，来。不能付款了是不是？不能付款了是不是？你们点进去了是不是不能付款了？不能付款的话，说明已经没有了，不能付款了，对不对？来啊，是这样子的，咱们主位家人们啊，
有一个人他是抢到了，但是没有付款。有一个人他是抢到了，没有付款。这一个谁要？这一个谁要？啊，刚才我上的是七个，是不是？现在六个已经被别人抢走了啊，还有一个是啊，他也是被抢走了，但是还没有付款。我把这个位置腾出来，这一个谁要？来，我数三二一，我把这一个啊，抢到了没有付款的这个人给他踢掉，让你们其他人抢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来，这一个啊，你们自己抢，谁抢到谁的。今天啊，你们抢到了，没事，一会儿我就拿走，明天我亲自给你们发。放心啊，明天我亲自给你们发。我来跟飞总跟你们安排，你们放心啊，放心。没有了。来，牛总，我捏你啊。有一点我先跟大家说好啊，你们今天499抢到的，别人就算给你们出4999，你们也不要卖给他，听到了没有？因为那个人知道吗？因为那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好不好？家里面啊，因为那天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为什么不行啊？谁在找你们买？你们应该知道吧。不是，飞总，不是你别激动，我刚一直在打连，一直在公屏打连了，我刚一直在打连了，你都不理我呢。我急得不咕咕叫，我在转圈我都没用啊！不是你，其实你不用跟我连麦，你跟我连什么麦？你直接过来就行了。你知道我在哪里的？你看，快点，你再不来，人家你那个交易的这个人要走了，快点，人家现在等不及了，你知道没有？不是我不敢上去啊！他那一箱子里面的你都拿不到了。不是，飞哥，你先走吧，你走我上去我交易行不行？你先走。我要看着你交易啊。不是你看着我，你要能在旁边看着我还至于这样吗？我现在有事情要找你，快点你过来，咱们把事情一说，你们交易的交易我不影响你们。不是你确定吗？你确定我就去你我，但前提是你再不能动我东西了，真的我求你了，你别动我东西了，行不行？我急得不得了，行吗？来不来？我不跟你废话了。我来，我真来，我来。什么时候能到？2分钟内必到。2分钟，上次也是2分钟，家人。啊，2分钟，我看好时间来。好 ，OK， 2分钟，现在是9:46啊，49到46，49。啊，如果到21:48你没到，把这里他这里啊，再找一款来，找一款啊，大家都喜欢的。行，我来。我真到，我真能到，你别激动，别冲动，别激动。牛哥，不是牛总，你把我弄得好惨呐、啊哎！你看我这几天啊，黑了，瘦了啊，都老了好多岁了，头发也没时间洗。我饭现在到现在饭都还没吃。那没吃你减肥吗？不是没吃你瘦着吗？那这样，不是我到，不是你我49到，49到啊，49到，等我先上个电梯啊，拿出来，不是别拿了，你到了我就不给，来我来找，别急。准备好来，我们全部发，我找到了，全部发出来找，找到了，比较好的一款。哎，这个好，这是啥？这个转运筒。哦，这个漂亮啊，这个还挺漂亮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还挺漂亮的。这个我跟你说啊，来，这个你称一下是多少克？啊，这里还有个秤啊。啊，你们买的话一般都是称着卖的，是怎么回事？嗯，我要看他克重嘛，看他克重还有打光什么的。来，你说这个是多少克重的？我看一下。40.5。哦，40.5克啊。对。你说他这里面的这个
金色的比较贵，还是这个外面的这个黄色的？这个是绿色的，是什么色？墨绿色。墨绿色的比较贵啊。我戴手电筒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看这个墨绿色的这个东西。哦，你就不想看这个黄999这个？这个是装饰中间的这个金色的，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吧？啊，这个墨绿色的它才是主要。哦，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这时候999什么金的这些个嘛、也比较合，已经很昂贵了，很牛逼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对他们来说，这个外面的这个墨绿色的才是，比较珍贵的。行，他这个刚才卖给你的时候卖给你的时候是多少？卖给多少钱？这个好像是4.5吧，4.5 W。4.5 W 就是45800的意思吗？啊，45500的意思。是吧？他这个是属于男系带的还是女系带的？这个都可以，都可以吧。这个是转用者，我刚刚看了一下。再看一下，我再看。对。啊。男女都能戴，对，都可以戴。它有没有代表着什么意义呢？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能不能在你们直播间讲。谁敲门？谁呀？我去看看啊，我去看看。嗯。谁呀？是不是小牛来了？这个是你没事，你说。这个东西你一转，你时运不济的时候一转呀、啊。哦，它对吧？它就是这个可以转的啊。啊，意思是这样子，转的话啊，会给你带来什么好、什么玉、什么之类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哦。哦，可以呢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助理、啊，不是，你敲门干嘛？你现在。现在，等一下。啊。刚才啊，咱们说的这是、多少费的？咱们直播间啊，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时间是什么一个时间段？还记不记得？刚刚助理敲门过来跟我说，下面有车在楼下在转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小牛啊。不管他是不是小牛，他是不是迟到了？小牛，你是不是迟到了？两分钟时间已经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到了，刚才过了，过了。刚才你说49，现在都已经51了。现在都51了，那怎么搞？看一下这里这个有多少个？行，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啊，有多少个？数一下啊，没来一起数，数一下，数一下他这个什么时来运装啊，和田什么他这个也是一样、有一物一证的还是、对，都是一物一证，我刚看了，就是我看有哦有，他那个还是一物一证的啊，也20个，有20个是不是？对，20个。现在我们直播间还差7个人就到8000人了啊，还差7个人就到8000人了。啊，我数3、2、1，如果能到8000人，咱们就上8个；如果到不了，咱们就上7个。准备来，3，哦，坐，行，我来坐。多少多少，助理赶紧过呀！48000，还有我说嘛，你赶紧给我冲。48000是他们正常的那个啊，对，卖的那个价格，赶紧给我改改，改多少？改到不能再改为止，890，充券不能充，不能再充为止，不够890贵了。行，再想办法。398都不行，只能399，对不对？只能399了，下不去了，再充。充了，充了，已经充不进去了，已经充到顶了。链接不能再做成399以下了，是不是？对，398都不行，懂吗？399，现在直播间7863个人，那就上7个。准备好，来，准备好，只有7个，男女老少都可以带啊，他这个是也可以撞，准备好，对，只有7个啊，来，平时觉得不得劲的就去撞，399，准备好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小牛，你看好，准备好，1，上车，上车，来，家人们，就听到你们所有啊，7759个人都点进去看一下，能不能付款？能付款的，说明你抢到了；付不了款了，说明已经没有了啊。上车了啊，家人们，上车了。那男女都是可以带的。
现在可以抢了是不是？来上车了，家人们。